谢谢，加油加油！来票票票票票！120人一早排队就为了能上冈山之眼，一睹美景。初一到初六前88名游客免费入园，还有限量枣子可以拿。观光局长潘恒旭大年初一还特地到场发送韩国瑜红包。从哪边来？三芝乡。几点钟来台？几点钟来台啊？我们大概6点多啊。头上民众凌晨1点就从新北三芝开车南下，到现场还排了2个多小时。你们从哪里来？桃园、台中、新北市、新庄。韩国瑜加持，加上张丽敏拍 MV 宣传，不少中北部观光客都特地跑来高雄玩。为何你不肯多说，总是沉默？再看你一眼，。拍呀！对对对，热情粉丝在现场唱起张丽敏招牌歌曲，还说要学她拍 MV。冈山之眼初一重新开幕，就有1300多人网络预约参观，截至上午10点半，已经卖出485张票。我们往里面走，沿木栈道走上去哦。韩国瑜拼观光，让沉寂已久的冈山之眼涌现人潮，每台接驳巴士坐满人，车身还贴了韩国瑜和张丽敏的照片，还有司机在车窗贴出韩国瑜春联，出口处的摊商，不管是卖糖葫芦、烤香肠，还是黑糖粉圆，全都开心抢赚观光财。预估会应该会更多，更多。哎，对，你去年准备多少份？3000而已。啊，今年呢？5000。园方预估到了初三、初四，游客人数会更多。提醒民众，冈山之眼周边交管，过年期间想上山走春，务必得事先做好交通规划。记者机关黄宏俊高雄报道。